초재새해복너무축하해오빠好帅朱俊彦露脸力挺小 S 一排蓝勾勾朝圣国民姐夫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不是只有大 S 跟朱俊彦不是只有他们两个我也还活着。女孩子做出席下肢慈善义卖，才在 Complain 新闻版面全被姐姐跟姐夫占去。我衷心的祝福我姐，但是我有跟她讲说，好啊好啊，你现在新闻一出来，我节目的新闻也没了，我唱片的新闻，我唱片的那个新闻也没人要报了，都报你好了。哎，对哦，你出唱片了哈。对啊。哎，隔离中的姐夫马上发文赔罪。小姨子恭喜出新专辑，小姨子的任务九九乘法表挑战。초재새해복너무축하해이는사이사문육이사팔이오십이육십이칠십사이팔이십육이구십팔 peace 姐夫这一发瞬间收服小姨子，也引来一堆蓝勾勾与各家小编朝圣。就姐夫出关了，见面你要跟他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就是这件事情，我也是把我姐惹毛了，因为那个姐夫在那个隔离的时候，然后还是会视讯嘛，一直问他说你认不认识崔宇植。然后他就一直听不懂，说李钟硕、张赫说，哦，他们都太年轻了，我不认识。我说哈，我说那不然刘在熙呢？他说刘在熙也他也不太认识。然后我姐说你干嘛这样逼他啊？然后我姐说他好像有认识那个 Running Man 里面的哈哈。我说可是我喜欢的是李光洙哎。然后我姐说你有完没完啊？你把我老公当什么？那也是韩文，对。他韩文真的是很厉害，我说我不想再叫他欧巴了，我说因为全部的人都叫他欧巴，我要真正叫他姐夫，因为贩卖韩文也蛮好的。他查了那个姐夫的韩文好像是胸部，就是胸部，然后我就跟我姐说，哎，以后他出来我要叫他胸部，他说你就叫他欧巴就好，都能叫胸部啊。我说拜托他是你的欧巴，哎，凭什么全部的人都叫他欧巴啊？然后他就说你就叫他欧巴不要有佛啦。我就说山，我一方面是很祝福你，可是你们的新闻未免也太 over 了吧。他说我也没办法啊，我就是你也知道姐姐的就是很受瞩目嘛。怎么可能？对呀，他如果出现的话，你们还会拍我吗？对呀，笑死！然后你们就会，我就会在旁边一直这样发呆，你们就会说：“大孩子，你怎么？”然后我就会在旁边这样，少在那边拿这种什么好烂的 idea。所以现在都不合体了，他应该没有想要跟我合体啊，想跟别人合体。出门前，我老公一直说 ：“Baby， 你不要讲太多，你就说你很祝福姐姐就好。”我说你去记者会放过我吗？哦，不是明星的人真的没办法理解我们。他说那你就叫那个工作人员把你拉走嘛。我说拜托姐后果啊，那不是我的风格好不好？我的风格就是装好人的小 S。如果你们问到一半了，我说不好意思，然后被拉走，你们会觉得我是有病啊？我是不是该把你拉走了？拉不走啊，你现在说拿不走，所以还有我自己还要爬这个东西，不好意思，先走一步。好了，感谢 S 姐的大力提供，以下这段就献给你喽。我要挑战八的。你们看我跟他谁的比较好，但是呢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幸福，所以你们开始吧。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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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